都还没有攻下分数。那这边洲际球场中华队呢，目前三局打完是3-0领先。再次向你说声生日快乐，林奕泉。今天跟你说10次也没有关系，这个球继续往二垒做推进。Happy Birthday， 神拳！今天有很多的球迷啊，特别到洲际球场外哦，不断的跟林奕泉呢来打气啊，为他来加油。我想这时候这些球迷啊，这时候是最感到温馨跟感动。这个装扮要不拍到他好像蛮难的。再来看一下今天寿星林奕泉的一个打击，今天22，越打越好了。这个球掌握到打到了右半边的一个平飞的二垒安打，也使得中华队在4局的上半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。